我要让你看一个有趣的东西。等一下，韩叔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不理你，不该敷衍你，不该把你推给别人。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这么做了。韩叔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不管谁来阻止我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 我愿意为了你留在这儿，一辈子都留在你身边。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嗯。 还合理吗？不合理了。